一个同修，他在梦中梦到一个桥，他在桥上走，看到桥下的水不是很深，里面全是鸭子，在戏水。突然鸭子变得特别小，像玩具一样，被水给淹没了。同时他又看到有几个熊猫也在往水里走，一会儿也变成小的了，像玩具一样，也要被水淹了。这时候他很着急，赶下桥，拼命的救了一只熊猫。他抱着这只熊猫一边走一边在街道上帮小熊猫找爸爸找妈妈，最后没找到，他就醒了。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到下面了，他到了这个地府了，那个地专门有一个地狱道的畜生投胎的地方了，他到了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才投胎的呀。本来一个大熊猫到了下面也变小，一个鸭子变了小了，它才能投胎的呀，出来才是小鸭子，这还不懂啊？感恩师父，那会对这个同修有什么不好吗？没有什么不好，说明他有慈悲心啊，很好。哦，感恩师父开示。